常说平安就是福啊，看到了天下灾难也偏多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用戒慎虔诚，希望我们人人啊，身口意啊，要好好的调和，要调心，那就要培养爱心啊，要尊重生命，因为呢，菩萨生灵来满足人的口欲，同时呢，得自己的利益，这样对心灵啊也是有伤害，因为我们没有疼惜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的心呢那样的残酷造业啊，所以成语在提起啦。众生的共业，此啦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大不调，还要加上啊，在五浊恶世这样的坏劫的时代里，小三灾跟着大三灾啊，在这样的时间长时间呢，会不断的循环发生啊。这种的天灾不是人有办法去阻挡它，唯有自我检讨。我们人类呢，这个心灵的心态，还有生活的生态，这种的身心生态啊，有没有合道理呀？所以啊，就人讲顺天假心，逆天假亡哦。啊，天就是利，道理啦，懂得呢如何顺了道理的，那我们的天下人间呐、啊，才会平安呐、啊。逆着道理呢，那我这个天下呢，天灾人祸啊，就会不得安宁哦。这都是要用心、用爱。看到了，我们实际在社会里培养菩萨心，投入人群中，已经呢开阔了啦。也看到了德国慕尼黑，我们也已经呢展开了一个见习，他们很讲究哦，进出行仪啊，礼佛行仪啊等等，实际人的这样的见习的，还是呢每一个课都要如规如矩，那同时呢也要守实戒啊，看了很开心。还有柬埔寨呢也是一样，现在开始呢就是培训课的时候，虽然人数不是很多，可是呢庄严十足，真的是不差台湾哈，伫咧训练，甲伫咧培训哈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看到了越南，越南可以让我们集中培训呐、啊。越南的慈济人就多大了一点哦哈。那他们现在可以集中在那里呢上课哈，也实在是很不简单呐、啊。那同时呢还要诵十戒，你要能持十戒才能真正的跨进了我们的宗门来，所以一定要守十戒。守十戒也看到嘉义新港这个成冲烈集市啊，以前赌博我可以一天赌三场，还是赌场最后一场没有了，还跑到新港，还跑到北港。暗时啊，安尼要拼出去，咱这算讲人拢无咱出去医啊，咱都爱医啊。
人个铁门关了以后呢，咱怎对楼顶二楼安尼摇嘞，就怎啊跳落去嘛，是要拼出去搏。较早都甲你讲袂伫当下，啊，拢袂感觉安尼是唔对的，知影唔对，我都我无咋改。赌博家里的人呐、啊、都不能接受，都是反对他再去赌博，人人把他看得紧，不让他离开哦。那把门关起来，可是呢，他还有办法。我在这边吃，我也该给我出去。啊，你这边吃来干嘛？我就要落来啊。我讲，安怎落来？你讲，安尼这条吼，护士讲，安尼几只白的，我就甲溜落来。啊，溜溜就断去哦。哦，啊，这间我再无落，啊，我无熟悉。你看，就是这样，还是呢要赌。那如何让他改过来呢？也是同样啊，哈，因缘成熟啦。假如初期是迄阵，因为阮爸爸迄阵大伫大林厨院迄阵吼，迄阵伫我遐叔仔安尼，叔爷拢咧甲服务照顾。啊，阵古拢有看大爱台，有看大爱台，迄阵就有咧想讲，哎，啊人他安尼，看人安尼做，感觉讲安尼真有意义。参加政治课，第一摆去上课，读到初级、初级，哦，迄十条读读的，甲想讲，哦，遐也袂用，遐也袂用哩。啊，我怎着就读读的，回来我就怪以为，唔知安怎，这个音面我嘛讲足奇怪。读完了就完全戒掉，真的很神奇。第七条，不赌博，不投机取巧，哦，就这样。他很有志气哦。既然来了，一个念头，戒，就这样戒了，就这样开始了。所戒了以后呢，他很快乐，因为呢心无负担哈，那天天做环保啊，做个真欢喜，投入了做慈济事呢，那就没有罪恶感哈。修改万代。我若过了，才会欢喜。就是，甲你，卖互你，歹的习惯，甲你，唔得改有法度改掉。我也无去改论哩。即阵嘛是还佫，修改就是防微阻遏，对。信念之福吼，感恩主，是福，会去做。有什么算对我目标方向啊？所以啊，防非积恶啦，防非此恶哈，他就开始这样的小生意这样做。他也很感恩他的师姐，因为当他在赌博的时候，他的太太是多么辛苦，要维持这样的家庭等等。到了他进入了慈济，他懂得感恩呐、啊。太太跟他辛苦，所以他现在很认真做小生意，种菜、买菜、等等啦。他就是很累积呀、啊，为太太呢完成一个隆冬，真的实在是不简单呐、啊。这都是一念心啊，只要有心，一念转过来，那样的。非赌不可的人生，一个念头，他就马上呢断绝了这种赌博。一念心下了决心，戒，马上戒哦！哇，这人心呐、啊、是多么的强而有力啊！你转一个念头，善念也是可以很有力量。可以呢，拯救众生；可以呢，口口相传，把法善念那普及人间呐、啊，让人人有机会接触到了道理，那改变自己，这个社会就会祥和咯。还看到了这样的人生，一年来时啦。总是呢，转念呢是不困难，这都是
实际在人世间可以调整心理，就可以呢巩固了道理，在家里呢就可以呢和乐融融啦，那就自然呢社会就祥和啦。总是呢从人的一个心念开始，好吧。总而言之呢，爱的能量从一个心念哦，啊，天下灾难呢，是因为众生共业，所以我们要转恶为善哦，自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